该是我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君清，君清，你还好吗？君清，墨安，墨安，爸，我现在就要带你离开这儿。你回来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叶红叶？你为什么？我要带你去过神仙眷侣般的生活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打扰我们了。我怎么就不是叶君清了？墨安，住口！本宫不允许你这么称呼我。怎么了？本王平日里不都是这么叫你的吗？怎么今天就不可以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